啊，我想一想就觉得太怪了，所以我先放弃。但搞不好也有人，对不对？下一招七阵又出来，对不对？都不好说啦。好，开始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草主林先生，主林，谁没有草？不愿意见人啊，只愿意露出一个照片。是。那我觉得法师这边接近天虎，天虎棋手接近天虎棋手。这边有抱抱硕士，猎人这边也不错，他有放那个215，留下来丢可以丢。那这套牌我觉得最玄妙的地方就是，他一费很难丢东西，他有丢出来就真的强，他只有放一张一一而已。哦，这边可以考虑拿一个导电哦，这边很难哎、欸，因为你很想拿四，可是你拿四的话三费可能会空。看你要不要相信右手，导电啊，导电稳一点。不管你怎么样，你导电下直接导电可以让你的节奏是满的，直接提起来啊。对，然后你四费还是可以合一个那个合一个战争机兵。好，那 Glory， 我觉得他现在应该在冥想。基本上他这手牌，我不相信他会打任何一张。完全在演。当他要出手的那一刻，就是 要直接修一波毁灭世界的那一刻。不过要看状况，如果到四费的时候已经崩了，那可能还是要401。对，那如果没崩的话，就可以五费再一次做，感觉海巨人还可以一起丢出来。好，导电开导。我们这奇迹法真的很秀。这样现在目前好像就是我们陈太还没秀到，两把都没秀到。不要再编了，已经2-0了，好了啦。哦，好，不要再编他了，没有编啦，没有编啦。他跟巨人感觉就不是很熟，该解的时候没有解，然后该秀的时候也没有秀。对，没事没事。那小曹这边是想要，他想要直接打二一五吧？对，我觉得他在想要不要打二一五，就是摊一下，摊下一张也是机械，也可以一起降。然后二来是这个一五的体质比一二好嘛？这边也蛮难的，我也不太确定到底下哪一张比较好，感觉好像可以丢215。好，这边不演了，直接丢出来，然后下一盒幸运币4，再打两张0。哦，这样，然后准备直接接到海巨人，这样有机会丢海巨人吗？对，我不知道哎、欸，好像有点难，因为猎人这边要有四只怪，你才能丢海巨人嘛。那个猎人这边的那个猎人这边要丢到四只怪，你才能丢海巨人。那、我觉得他这样打小曹应该没有放那个，有的会放二费打二那张，对吧、小曹是没有放扔掷炸弹，他在他的第三套背牌摆了一张。那这边好像要被秀了，升级的机器人，自己的台面其实感觉蛮强的。等下这个哪一东想的是，等下合体要你命，然后人家先做一波秀爆你。哦，这边他幸运币4打两张0，然后不要出现那个男人。是，你是说那个不能提到的男人？哇，会出来吗？掌门是吗？没错。哦，他两个都会动哎、欸。他怎么有点秀？他两个都会动是怎么一回事？他这样过分喽，我快受不了了。这样子，哎、欸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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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他那个拉是什么意思？虽然说觉得他换的有点怪怪的，不过还好啦。当没看到，当没看到，不知道为什么觉得小曹好像快走了，好像有应该是走了，应该是走了，因为他还有一个香蕉。如果对面下一回只能丢一个海巨人，小曹可能还有机会赢。对，但他手上还有一个香蕉，应该是走了。没办法，遇到这个天虎，凭良心，猎人想要铺场，结果你铺的比我还快。因为我刚刚没注意到小曹他没有放二费打二那一张，所以他直接丢血毒出来打一个镜像，猎人根本解不掉，对吧？就可以直接开球。只能看，哇，这边还进一个冰角，那好像是要 GG will play 的。这边我觉得。
先丢三吧，拿两根香蕉。啊，我想要直接巨人欸。你想要直接巨人吗？嗯，我喜欢巨人。Big， 只丢一个巨人。不是 Big， 那小 Giant。对 ，Giant，Big 是大大，我喜欢大。这样子小曹有一点点机会。有吗？我想一下，好，好像真的太难了，七分之一，但他好像没办法，六分之一，合体，然后铺场，拼了拼了，欸，如果小曹这边有砸到那个海巨人，然后上面没有冰角，那可能真的会赢，欸，好，痴人说梦，啊，对啊，痴人说梦。这个给他砸到，我相信可是刚刚Flurry的那个几率好像比这还低。哦，你这样讲好像也是。对 ，Flurry 的几率好像比我刚刚差点讲说，这个如果直接炸到海巨人，那 Glory 当场说宣布退出这个。没有，是太容易了，才六分之一就要退，六分之一就要退出，太硬了啦！走，凭什么我要走？你是不是想要我走？这个跟这个 Flurry 比起来，这个操作应该不算很难吧？嗯。那刚好进了冰角，那没话说了。但是，那个七九好像有点棘手，但是没有就打头打头啊，對你管不了他就是打头打头打头踢頭吧。我觉得可以丢香蕉换一换了啊。然后那个，他刚刚是在动那个乌鸦要去撞二一吗？不要跟我开玩笑欸，这冰起来打头没什么问题啊，把，啊，那个香蕉丢一丢啊。Oh my god！ 怎么这个跑出来了？哇，太扯了啦！哇，要秀歪了。其实也没差，我觉得这个胜负已经跟这个呱呱呱没关系了。哦，对啦，对 对。但他要解还可以解。但是他所有就是假设要被翻盘啊，哦，没有没有，他真的要防就防一个导电六跟二都有降到，那他可能会被翻盘。但我不觉得这件事情有必要让他这么怕，但他感觉好像在怕这件事。确实，确实这边如果两只都降过费，五加一合体，好像法师走了。可是他只剩一张降过费的牌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没有吧？这边就五加一合体也没走啊？怎么走？啊？怎么走？不，法师台面就没了，他很难再秀回来。你再说一次，五加一怎么解？法师台面就没了？哦，没办法解吗？没关系吧？五加一合体耶，五加一合体全部剧毒那个，怎么解不了？好好好，对啊，好。可他只剩一张降过费的牌啊。怎样？你刚刚想到哪一句？那我想一想，我想到比较多别的东西。你想到别的东西？对 对。导弹加毒标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哦，没什么问题，是不是？好。哦，我刚刚在想别的地方。好，没事。哦，你以为五加一是别的事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然后，导弹加毒标那个。100还是刚刚有死声，我没看到，我没注意到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事没事没事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抱歉抱歉啊，没事，你我刚刚想比较多，对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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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事，记一下广告，记一下广告，广告再回来。前进是一种本能，走向更远，走向更好。让自己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，去探索更多的可能。只要你继续向前，世上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Drive your ambition。卡牌遇见了铁石心肠，白骨图腾象征黑暗死亡。这位落魄的女巫不必再感到孤独，因为我们会一起大闹一场。欢迎你来这里报道，让敌人走上毁灭之道。最后还有一个人要来，天性就爱搞怪，会让事情变得无比劲爆。你好啊，朋友。
哦，嘿嘿嘿，啊，快点打完吧。哼。哦，嘿，哈哈。好，观众欢迎回来，《炉石大忌》大师决赛。好，是这样。你为什么要略显尴尬？对不起，对对对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怕被推？不会啦，我是那种人吗？我应该不是走那个气氛大师路线。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对啊，我们刚只是在那个理性讨论。对啊，因为我想说你好像没有 get 到我的点。对，所以我解释给你听。没有 get 到那个 point， 没有 get 到那个 point。因为每一次大家都会去，就是像比如说像刚刚那个，你刚刚的感觉很像是，如果今天坐在这是另外一个人，他直接开推。一个哦，你这个哦，你这样不算卖，因为你只是突然想点头而已，你不算卖他。到底在说什么？每个在旁边，上次罗姐也是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来你自己看，你自己看，他这样，他直接二十二滴是不是有点少？他那边有荧幕，直接靠过来，对啊，你自己来嘛，自己算一算，他是不是要死了？每个都比凶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吗？我觉得这边可以特别提一点，我很好奇小曹有没有换第三套。因为他的第三套可以避免刚刚那种状况再发生，而且不知道为什么对面的手牌又跟上一场差不多，哇，很危险。因为小曹的第三套，他有放了可以直接解学徒的嘛，然后又有那个放狗嘛，可以刚刚那种状况发生，他可以应对一下。是，对，我蛮好奇的。二飞又准时导电了，而且。下有失序的，但是上面的手牌手牌没有刚刚那么好了，所以他应该没办法支撑他去做那么勇敢的举动。这边也要卖另外一个云主播，为什么要说另外一个？只有一个啊，只有一个，对啊，怎么样？他上次说，我们这个赛事是有没有那种就是，我先后手，这个游戏有没有这个机制？然后你再变成后手，对，没有这种东西，没有这种东西，哇啊，怎么哇神仙啊？怎么搞成这样？为什么又跟刚刚一样了？他不是。那个动动手指，怎么镜像就出来了？不管他吗？哇，好离谱哦！那这边是，这边头很痛你当然对 you， 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换第三套啦。有换第三套，至少你有放狗可以去处理那个乌鸦那波。我觉得他应该有换了。那这边我觉得丢三比较好，丢三应该好一点。对面真的这么秀，你只能拜自己下一张放狗。我一直在想那个，当然的那个，你当然啊，对对对， course, 你当然用啊。那如果用你当然是不是是要怎么念？你，所以我刚卡了一下，没有你当然这个说法，哦，没有你当然，当然会这样，对，因为他英文可能没有你当然，我也知道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你知道了，你好像很强强调一样，你不知道，那我也是蛮惊讶的啦。你不知道的话，哦，那很难沟通，那很危险的，对啊，哦，还以为可以跟国外主播沟通，这个我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小曹刚刚最后是决定用合体哦，那还行，我以为法师会照样去拼铺场，他不拼哦，现在铺了吧？没有，就是他刚刚是选择去解掉合体的那一只，他没有去直接幸运币四，然后零全部打掉。你说 Glory 他没有去跟进这样，他蛮稳的，啊，你看他每一手都在防。如果他刚刚他在想，因为他刚刚不是最后有叫一只怪嘛，对不对？什么意思？
他最后那一波有叫一只怪，假设是他在想，他会不会在想说他不应该叫那只怪？我觉得他那时候在想会不会被那个吧，就是 就是被你讲的、那個、最神的五加一解掉、可是其实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降费的牌已经都打完，就是只剩一张降过费的、但他可能没有记那么清楚，对吧、啊？也有可能是这样，是因为降费的牌不会特别显示嘛。那小曹目前他的手牌，我还是看不出来他到底有没有。哎，这个对局其实挺讨厌的，因为你也不敢过度铺，哎，如果你乱铺，还居然直接铺下来怎么办？但当然他是可以，如果你猎人这边真的铺很多，我就不用怕啊。他怎么扣了一回合，真的来飓风？我他们都好秀、哦，真的是最强的决斗者，连抽牌都可以自己决定。是，当然，当然，这句话真的。我那个时候十几年前听到，在听到那个武藤游戏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在胡乱。你以为他只是讲一些？对啊，我以为在胡乱。反正你就二次元的嘛，你不要在那边跟我讲这些有的没的。你只是一个中二的台词嘛。后来才发现是真的，最强的决斗者连抽牌都可以创造。你也是啊？有吗？你忘了你的冠军在这边是怎么拿到的吗？你说那个奸笑吗？对啊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样讲也没错。那时候大哥在旁边就讲了一句，按照他今天这个那个 Kusei 应该下一张、欸。那个时候你在啊？废话，废话，我不能在是不是？那那个时候我，那时候你在吗？那时候我是一个你的小粉丝在下面、我想说那个时候你还没进来这里啊？没有，不要闹了，我玩这个玩比你久好不好？哦，赛第一次，赛第一次很呛很呛，直接开嘴，气氛大师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回到小曹这边、啊，这边铺了一波，小曹的脸面有难色。难道我还不能破蛋吗？目前战绩是零杠二。好想赢哦，拿了个猎人，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？东解一解，西解一解，啊，场面还没崩，只是对面手牌有点太多。撞那个二一三吗？锻造大师。好看一下。优势要优势交换吗？可是交换保不了武士哎、欸。哦，虽然说，就至少不要让四热直接换掉了，我觉得好像会好一点。这样也是另类的优势交换。有点尴尬。但是问题就来了，对不 对？这海巨人有绑定，这回一定要做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是吧？那就是剩下三颗水晶，但我在想他想要怎么打，会不会直接冰角就好？还是他要打那个禁火风暴？我发现就是 Gary 的秀，就是我对奇迹巨人法他的秀，跟我理解的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他是起手跟分回合是不是起手跟右手秀的比他法力飓风还秀。有些人是法力飓风很秀，我懂你，他法力飓风拿的还好，对对对，但是他的起手跟这个右手，对，一直在操作，拼不拼？我问你拼不拼？这很难不拼的，这只能拼的，只能拼对不对？这只能拼的，来，超主林先生，这个如果下去 ，Gory 是不是当场宣布我要离开？这才四分之一又要宣布了，四分之一而已，超主林先生拼不拼？还是要那个下一回合可能换得掉，打稳。可是这样被切就走了，可是理论上对面没有切，不然上一回合应该会切。很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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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拼，是我不拼，但是你觉得很难不拼？对，我觉得在我还有这个血量其实可以考虑。对对，我觉得在我的台面还有一点东西，但是你想一下，他如果切了你就走了，可是他手上没有，不然他上一回合就直接切。来有没有？哦，超主林先生 ，Oh my god！ 我的希望啊，给他离宣布。宣布离开，宣布对不对？没有，宣布休息一下。离开这些收窄。Oh my god！ 拼到了，那表情，这表情很云淡风轻。我跟你讲，这表情怎么样？你知道吗？他很镇定，可是他也在摇摆，很像那个只要动物有时候很开心的时候，他也不会乱叫，他会摇尾巴，就是现在这个感觉，你懂吗？对对对，他就晃起来了，耶，射到了！不能笑，不能笑，我的身体不能笑，我不能笑，我不能笑，身体不由自主。我没有很在，我没有很在，25%，25%，我不在，我不在，但我好开心。对对对，我才不会，我才不会告诉你我很开心呢。有没有这个比喻？这个比喻，一直抖，一直抖。耶，酒吧射到了，海巨人再见。舒不舒服？爽吗？爽吗？没错，就是这样。那这样，现在法师这边头很痛，头很痛。对，难不成？不过猎人给的压力没有很大啦，就是台面虽然说很多只生物，但其实场攻不高，就还可以让你拖啦，就先结场吧。
先结场，然后可以盖个秘密哦，也不盖，因为怕巨人丢不了，他下一回要丢巨人。嗯，但是这个又进来了，巨人我觉得好硬哦。好，合体吧，合体吧，抢伤害了。不合当结场也是可以啦，可是我觉得可以结合啦，我觉得可以结合。啊、你那张牌这不打节奏太差了。好，打下去，打下去。场攻多少？你说场攻不高，但其实猎人最不怕的就是打不死你。他很，因为这副牌没有绿牌嘛，所以他很怕一直抽那种很烂很烂的。你们这边抽个导电怎么办？对吧、啊？然后抽个那个爆爆说是也不好，位置不够，所以他最好的就是一直进合体。那个威胁者跟战争机兵都是他最想要的。就是，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换啊？他换了的话，战争机兵就只有一张。就我真的还看不出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他有致命射击，所以他没换，没事没事。Okay. 他有致命射击，所以他没换，他还是第一套。那这边就是只要抽，因为他二三套，他的背牌都是把致命射击拔掉的嘛。对对对。五、哦，那这个算好的吗？这个算好啊。那可以直接下去踢吗？好像可以，我觉得好像可以。你觉得可以对不对？我觉得好像可以。只是你丢下去要不要稍微换一下？我会解啦，就如果我要丢，我就会解。他又在晃了，他看到这张又开始晃起来了。说有机会，这把要拿下。情不自禁的身体先抖动了，又在晃，又在晃。我上一次看到这种抖动的感觉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谁？我靠，我这样卖他好像有点危险哎、欸。那没关系，先关麦啊。好，先关麦。上一次的感觉进来的时候是吉老师哦，吉老师的那个 Taser 星海争霸职业联赛的首胜。哦、oh, ，抖起来，抖起来，抖起来，天降咸雨，四传兵全部不见，直接没有也不抖了。我懂，可是我怕观众没共鸣啊。对，那你就卖吧，反正没关系、啊。反正我已经讲了，我已经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嗯、他直接眼泪两行眼泪流下来，我在荧幕前面两行眼泪也流下来，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他的小粉丝。OK， 好希望他赢，你知道吗？来了，开始了，他们在欧文啦，欧文啦。不要闹、啊，我跟他不要、啊、没有很熟，啊、我不敢、哦。没有，主播赛评都是要知道他的，全部人都要知道他是谁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跟他不熟，我不敢削、哦，不敢不敢削他。对对对，我不是削老师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很害怕。哎、欸，这边这个哇，这怎么好像不太好？就是会易伤啦，不过算了。不过没我觉得还是要和那个零二啦，就是让他可以动，反正三十滴血。对面偏难秀，对吧？对面一个巨人在那也难秀回来，他真的跑出了两个嘲讽，你还是可以那个吗？哎，怎么怪怪的？他是不是要解巨人啊？他这个要去死哎、欸！哦，他要解巨人哦，对哦，我忘记他有，他里面有两个蛋蛋、哦，我忘记有和一个那个 对蜘蛛在里面，我忘记和一个蜘蛛了。我们这谈笑风生太开心了，他看过别人不解巨人的那个。对啊，因为我们想说，如果你刚刚都有踢头，你觉得你踢到头，那个伤害是你会补9滴。对，所以法师好像那个就是，如果对面真的变出嘲讽，你直接把炸弹撞掉去扣他血还是 OK 的。哦，开始秀一波，嘿嘿，左右两个你当然，鬼子中间，你刚刚是抛弹吗？为什么这个中间、那個哦、好猛哦？中间那个机械怎么没有受伤？哎、欸，啊，怎么这么气化盖下去又守住一把？嗯，啊，又守住一回合。哇，好离谱哦！好，你看这个时候小曹的表情跟动作，哇，这边，但我觉得还是很烈啦，也没有法师一定还是很烈，只是对小曹来讲，还是很不舒服啊。人家就是七滴血啊，是，而且大概率不是冰甲，因为冰甲刚刚早就盖了，所以很容易是气化。这里如果直接和想说收官，你不可能，你太浮夸了。没有，不用和啊，不用收官直接打就好，撞一下天真剂就好吧，对不对？也快死了，哎、欸，平常讲我觉得也快死了、欸，因为气化其实还是会扣两滴啦。扣两滴再天真剂，你剩三滴，那这个六打下去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我觉得就直接打就好了。欸、这个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说就直接打头就好了。哦，本来就要直接打，没办法合，对不 对？然后打下去，就、啊、就是剩三滴，然后你再烧一滴，再烧一滴。
对，下一回按天神机。他如果是镜像有没有影响？镜像，然后他抽到奇利亚斯，然后反合体一波撞一下回起来，再撞再烧全场再回起来，他有奇利亚斯吗？有。对啊，那好像有点差。那如果镜像是不是很怕？镜像是不是怕爆？我没讲哦，哦不是，我没有希望。没有，那就不要先下啊，因为下一回下一样嘛。对吧？对啊，下回要防镜像就不要下，对不对？漂亮，是不是？哇，漂亮！我没有没有，其实够不够资格坐在这边嘛？可以可以，但我觉得跟合体也无关，因为有奇力雅思就不要下关。对对对，你想的更深更远，我想的更深一点，你想的更深更远。而且我一直忍不住一直非常好非常好，对，就是大家都以为我要推你，哎，没有，在镜头没拍到的地方是你先推我，对你狂推猛推，我才是那个受害者啊！对，我才是那个受害者，大家都误会了。好。好，没事，说定是稳稳的拿下。对，我刚刚在想，他盖那个法反，小超有什么法术吗？好像就是追踪而已。不过他也不知道小超有没有换牌，就是。他也不知道小超有没有换牌，换那个啊，背边啊。啊，他不是看到知道的吗？哦哦，对对对，他不是看到自闭症，那就不用盖法反啦、啊。你刚刚不是讲吗？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盖法反啦、啊我在推测，就是你知道把画面搞得更复杂吗？没有，就连他抽追踪他也要防，不要让他去做选择拿到伤害之类的，因为他刚刚感觉很需要手牌嘛，不然巨人丢不出来。对，我只是在想他那个挣扎的那个想法，因为他刚手牌已经太差了嘛。可是我觉得他可以还是要盖啊，你觉得还是要稍微防一下，或是让对面怕。让小曹、這個、就这样才有小曹刚刚想要不要是要防镜像这个画面嘛， okay, okay. 对不对？好，是不是？那没也不是，因为防奇力就是不会丢怪，对，好，所以也还好。但我觉得没关系，我是刚刚那一把，从那个致命射击应该就分胜负了。对，剩下都只是在挣扎而已。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后面就秀不起来了。来，1-1，稍微休息一下，广州再回来。前进是一种本能，走向更远。走向更好，让自己成为你想成为的那个人，去探索更多的可能。只要你继续向前，世上没有到不了的地方。 Drive your ambition。 各位或许很好奇，我找大家来干嘛？请容我稍微解释一下，那些好人占尽所有好处，哦，还是缺的我们杯。那些好人吃饱太闲，破坏我们好事，也该还他们尝到苦痛。我有个精彩的计划，要挥出复仇之拳。为了实现梦想，折拳头需要五根仙指头。啊！我换个方式，斩大骨头就会爆炸。对，可是关节就能拿走蜡烛。都是这样。我看见了你的计划，说来听听。我们一起想把他们都打垮。这个计划真是贪婪、危险又疯狂，进攻大的人全部抢光光，邪恶的反派大进击。卡牌揭晓，古怪发明家，聪明绝顶，但人品很差。而这最后成员就在风暴之间，一位卓越非凡的思想家。贝妥炸弹准备引爆，但是切莫误会，是我发起号召，安排了这场聚会。
你说的没有错，主谋者就是我。如今大家都到齐，大干一票好时机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《炉石战记》大师职业赛。现在小曹跟 Glory 究竟我们曹主领先生有没有办法破蛋？是，对，很重要。零杠二当中，好想赢一场。对对，证明自己不是啦，证明自己不是混吃等死，不是，又上进心，又要卖了的，又要卖了吗？又要卖谁？不是卖，就是把他讲的话再重复一遍，证明自己不是像罗杰说的一样，大家都是没有压力的玩。你说过太爽，对对对，这个好像是小陶自己讲的，就过太爽。你说过太爽吗？过太爽，就啊，说自己很爽的是陈泰啊，陈泰啊，反正打出还有钱拿嘛，对对，那个是陈泰，那是陈泰。过太爽，好像我不太确定是谁。讲，但我蛮常讲的。他说：“嗯，你是不是过太爽？对，就只有我们不够爽，对不对？我们是真的过得没有很 爽。但是，现在一比一嘛，第三场其实两个对局应该都蛮快的，两边也抓了牌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嘛。然后看得出来，小曹也没有要换牌的意思。对对，那还是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法师可能要还是要防一下那个导弹加毒镖了。就当你在优势的时候，你今天不是天胡，但是在中期你打到优势，要可是他一直天胡一直爽应该不会三把吧？有这么厉害吗？不敢说他如果又有，是不是换小曹当场拍桌？刚刚是小曹是靠一个神之鬼子，对对对对，鬼子致命射击。你两把天胡，我射一次，不是，其实不过分，其实不过分，不过分吧？对，因为我没想到他刚那个学徒就直接丢出来。对啊，那个学徒，你没找到镜像，学徒就死了。但可能他也觉得还好，至少换到东西了，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就是，其实他打的一直都是在保守于。我听起来像废话，我说 Glory， 他很常在一个优势很大的時候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们这主播赛云基本上时间这么长，就是要讲废话，你就说吧，我们就是要讲一些废话，让大家，哎呦，你讲的好像有点东西，想想，你好像又没讲东西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的工作。对对对对，请说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。被你这样一打断，我就觉得这个好有。不要讲，对，太废。不会啊，有色，就是他会在他优势很大的时候。去很小心，很小心啊！平常好像五五开没事没事哦，他又很拼，这样这种感觉，他打风目前为止都长这样。其实还行啊，就是优势打稳，劣势打拼嘛。这是我们这个游戏很重要的一个。你不是讲废话，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，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，没错。只是你没有讲的很具体而已。OK OK， 对，因为你可能要再讲那个什么，我把你再讲仔细一点，说这个法师这个学徒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这样就专业了。不是不是，这是我的工作，对不对？对对，我把这些全部都讲完了，那我花钱请你过来。干嘛也不错啊，我休息啊，这样也挺好的，舒服吗，宝贝？对，在旁边，我就讲的真没有，你就讲一串，然后我就秀歪，太神，精辟的赛品，全部都分析完了，对，秀歪可以。啊，我看一下这边，还是秀一下这个小曹的二三套牌，但基本上他应该是不会换了，应该不会换，对。他后面特化的，让大家知道一下他特化了什么。他特化的那个晶片其实蛮有趣的。因为他觉得打他这套牌去走主耳金，然后两张机械龙宝宝那边去打战士，他觉得没办法。不是因为你放太少东西了，主耳金也没办法发挥它的功效。对对对，所以你倒不如用那个 rush 的，就是像那种什么刀疤机械鱼去打那个战士一样，就是要赢就是前面一堆，然后有一个死神，然后他想要把这个机械猎也弄成那种感觉，对，然后我死神拿机械，拿个晶片继续打，对对对对，用想办法快速结束。别的不说，主耳金如果我自己觉得，如果没有释放野兽加凶暴狂乱加主人的号角，我觉得强度就差很多。而且你只有，因为如果他这种要改五张，你只能改双龙宝宝、双九命，然后主耳金就没了。对，就没了。然后你排序还要对，你还要先打过九命兽魂，你才可以主耳金。那个其实。太绑定了，但他现在又不能直接就往那一块地方走，而且你的其他牌相较之下太质量太小，我他这场换成放狗了，他换第三套，第三套想不到吧，宝贝，我真的没想到，他是不是觉得还是他刚听到我讲，为什么？如果对面每次都要这样学徒镜像，学徒镜像，你真的没理由不用不放狗去惩罚他一下，对，那这样起手要留吗？可是你现在是后手。那就好像可以不用，那就都不要换，因为如果这一场你又是先手，另外两张够好，我觉得可以想一下。后手的话，感觉不用。两个袋鼠，上面是奇迹法先手，那个很容易看起来就没什么残破不堪啊，对吧？这组件太少了。好，自然有放自然会来，来袋鼠下去开秀。下一回合再
去做追踪吧。哦，他袋鼠是 Kangaroo， 他机械袋鼠是 Megaloo， 所以是直接就是玩了一个谐音梗。好像英文的卡牌都是这样，很多都是会这样子。像我记得那个什么《机神克苏》好像也是那个死鱼翻身也是，可是他原本是什么？他改成什么 ？Anything 哦，对，就 Anything， 然后改成那个 Any fish 啊 ，fin 就是鳍的。哇，我们怎么变英语教学台？明明回到比赛，回到比赛，明明英文都不是，不是啊，他就按一个拼，要怎样？不是他按一个拼，你要怎样？啊，没有，他没有，哎、欸，这有的。按照他前面，其实他可以考虑裸下二费，这其实是有东西可以讨论的哦，对不对？其实有东西可以讨论，其实是有点想法的，对，有点想法，可以分析一下的。好，这边追踪找了一个阿熊，好，再丢一个袋鼠，怎样了？你不要一直看聊天室，然后一直笑，因为要告诉人家你在笑什么。他们每次讲谁打动了你，哪一位？我觉得那个酷酷的谐音梗很好笑，他每次都回一个，就一语直接戳到我，你知道吗 ？OK， 科大英文。好，哎、欸、啊，怎么又有镜像了？嗯，那这边能做吗？但他也不知道有没有办法。再忍一下，再忍一下。对面只有两个袋鼠，再点一下，好，再点一下。还哦，真的要直接做吗？是没有海巨人呢、欸。哇，我知道了，小曹骗到他了。嗯，他认为曹祖林一定没换背牌。哦，刚刚没换，那现在也不换。三倍放狗，送他回家、欸，还是这样解不掉卡的家。不过也没差啦，没差，反正我铺一排小狗。对啊，嗯，铺一排小狗，你下一回能海巨人吗？不行，哎、欸，可以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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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会变那个几只生物啊，嗯，七只嘛，三费就可以丢。但不要讲废话，因为他还是会撞的，哎、欸，没错，我只是问一下。没有没有，我是说撞完剩七只，嗯，撞完，哎、欸，我没有剩八只，你好好想哦，要撞完喽，剩九只、欸，剩九只，哎，是不是也是可以丢？没办法，我这个脑袋那个思考不好，没办法直接盘算那个，差一点。海巨人加竞技场保镖 ，Oh my god！ 没有啊，可是那个海巨人就可以直接丢出来啊。对啊对啊，我说这两个一起下、啊、都有的，跟鬼一样啊。只是我觉得他这样打，手上没有海巨人这样打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太凶了。嗯，对吧、啊？他好像有点太害怕，我觉得。那现在变两个白巨人卡在手上，一辈子丢不了。是的，对啊，这样法师很难不走哎、欸。这样法师就是他把法师这样，他把这场获胜的未来舍弃了、啊。我就问嘛，这奇异法现在这样怎么搞？不记得啊，对啊，不记得这样到底要怎么打？哇，这边合个机兵，然后全部换光光，舒服、嗯，这样就差不多走远了。因为你秀了一回合，你没办法马上配合法术反场。我觉得这边打一个卡德加镜像，好，这里是个 choice， 是个选择，学徒卡德加，我是一定是选学徒啊，对啊，卡德加。你刚刚已经留一回合，他也没做事，对，那他就没货嘛，差不多。所以解学徒，这学徒还是有点东西的。学徒他如果你留着什么秘法之力又开秀，嗯、很麻烦。解学徒吧，不然他学徒留着五费嘛，抽牌秘法之力，抽两张手指再变秘法之力，再抽两张，然后再打一个零，再丢一个二，哦。牌又直接摆起来，对啊对啊、对对，然后还刚好还剩一费，一费还可以冰你六四，对啊，一定是解学徒。导弹啊，不是导弹，导电强。导弹是这张啊，也没错啊。对，我要讲的是导电啊，导电那么强，对不对？那没理由学徒不解啊，对不对？降一费嘛。哦，就是降费啦，对啊，应该讲降费是蛮可怕的，而且人家法术那么多。嗯。这边来了一个五费金银场保镖、没用，没用，刚刚都挡不住，这边怎么挡得住？好了，拼一下天生技，解掉一只狗，然后撞头结束。你只能忍了，你刚刚不忍，你现在只能忍了。对，可是这边可能要忍到头破掉，还没办法解。而且这边，哇，打三加二好了，打三加二还可以找个毒标。机械熊，然后我觉得打三加二。那是加在机械熊还是加在袋鼠上？如果打三加二，我会想要加在熊上面，直接过牌，就是、过牌就是找毒标、嗯，因为你手上有鬼子 combo 嘛、嗯。因为这一场基本上你已经赢了、okay ，你现在只要想那种很可怕的突发状况，只要对对对，那大概就是什么乌鸦，然后手上都是小法术，又铺一排嘛，嗯、对吧、啊？那这种情况就是六加二最好。那你打其他的，我觉得也没问题。嗯，对他打这个可能是没有要和先解卡的加也可以，也可以。对，因为你打三加二，你可能还要用六四去撞二一，不舒服。
那你或下一回打四加二也行。嗯，这边是不是只能做了？还是你觉得还可以再忍？哦、就再刚刚都忍了，这边就再忍一下。再忍吧，再忍吧。后面再多一点法术，再一次。对啊，这个来扛一下，先来扛一下。嗯、不要冲动啊！我看他扛不太住。哦，这等一下一边合一只，你的保镖根本挡不住哎、欸。就像我们炉石战机世界大赛一样，嗯，现场的管制人员根本扛不住那么多的观众冲进来。哦，你哦哦哦，你这句话我仔细思考一下，我不要回好了，好危险。Okay、这边全部合右边，我就已经回的不对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没有，我说你讲的很棒啊。这边合体威胁者合在你身上，然后加上去七攻，直接优势交换，台面满，然后继续踢头。不过。不知道他有没有要防海巨人啊？因为这样好像会被海巨人，但应该没差吧？那个压力，对面丢海巨人，我觉得可以就按天机就好、欸。怕海巨人一定要去扑吗？扑了有下回合就赢了吗？没有，不然这样好了，嗯，先 buff 变四三再合体，这样台面不会爆炸。没有，我觉得优势交换六攻踢头很好啊，对吧？有吗？曹祖林先生，要不要先丢二再丢四？不然海巨人切啊，又跑出那个八八冲刺撞来撞去，好像是真的有点麻烦。好吧，他还是直接合了。不过我觉得海巨人哦哦哦，等一下等一下，哦，他要加左边是不是？我觉得海巨人好像也没有直接就是被你翻啊，就是海巨人又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你海巨人又怎么样？海巨人切啊冰什么的，有点可怕啊！哦、啊对，是有可能会翻的。手还有点少哈、哦，手还有点少。对，但是张数够嘛？嗯，对，你别把这个白巨人换成海巨人，就是有那么一点危险，是不是？有那么一点机会，有点东西。哦，对啦，如果我刚刚讲说先加奇异再合，那其实他这样比较好。他直接做袋鼠，直接加袋鼠那边，虽然还是多一只、嗯，但一只就没什么差。这边。不能再等了，再等要死了。开秀来，又要变出安掌门了吗？哦，没有，我以为他要直接那个，我以为他要直接切。哎呦，冲击波有点东西，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。哎、欸，冲击波是要点他吗？喂、欸，还是他觉得哦，他保一下二，他要二去撞六三也行。哪个炸弹吗？哪个炸弹保底？嗯，炸弹吧，导电。现在好像已经没有那个还好，因为你水晶够多了。嗯，而且你现在也不想要过度铺场嘛。嗯，对，拿个蜘蛛炸弹防身就保底。嗯，那他还要继续下怪吗？我觉得可以下熊，不管怎么样都可以下熊。嗯，对啊，他不下也可以。但是对面拿了两个法术，这很难猜、欸，你就是不知道要到底要怎么猜。还是他？难道他有要考虑放狗？没吧？我觉得我会拿炸弹防身挺好的、啊，中间大于右边大于左边，我觉得很棒。OK， 他还是要解这只就对了。好、哦，打就吸啊！好，补了两滴、哦，直接一个好大一只在这里哦。那对面是不是要选择帮切？帮切、哦，把你切开，把。欸，左边可以直接切，因为左边是袋鼠嘛。我觉得左边是一费，可以考虑切啦、啊。可是右边比较大一个。左边切左边，然后打一张冲击波，然后赌不会死比较好。我要切右边的五费有很多大东西。欸哦，切自己。欸，但他切出来的、哦、这样很好欸。欸，这样很有点强欸，他怎么切出来的都这么烂啊？嗯、欸，离谱欸，怎么搞成这样？好秀哦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我觉得好危险、啊，我觉得好危险。哎，五费这么烂吗？怎么推不了伤害？压力有点大哎！哇，这回一定要打最凶哦，不然等一下巨人开切很危险。那就除了炸弹，其他都 all in 吗？我觉得可能炸弹也要丢了。现在炸弹也要丢了。嗯，炸弹也要丢了。
我算一下，如果这边直接恐狼的话，是可以打八滴嘛？二三三，二三三，再加炸弹的话，十滴。嗯、好了 ，all in 了啦，我觉得 all in 了，拼了拼了、嗯、，all in 了。往十滴打，后面按天生技，反正你有三十滴血嘛，对不对？嗯。后面按生天生技也有机会把对方射死，只要对方没办法回血。因为现在你就怕他突然切那个七八出来，嗯、你过不去嘛，你就没有办法踢头了、啊。所以这一回合可能是你踢头最后的机会。嗯。哦，这很难，还是他想要打三加三？我是想三加三啊，就少按两滴，合左边嘛，然后熊也丢下去。好，对啊，这样八点也挺痛的啊。有 all in 就行，有 all in 就还行。嗯、现在看对面这边没办法保守了，看对方给那个把问题丢给法师这里。嗯、哇哦，九，这样子场攻是十三吗？我压力很大、啊。先找一个，看有没有冰角。哦，没有。有但是有那一张，他怎么一直找到那一张啊？他这个手指变一变都可以变两个镜像、欸，嗯，有点离谱哎，这个人。镜像还是寒冰剑？镜像，应该要镜像，因为你手牌是四嘛，切是三嘛，所以你只能打镜像，所以只能选镜像，选寒冰剑切不了。嗯要比较扛得住，应该镜像好。嗯，好，可以，那就开切。有没有嘲讽？每次都是一定会有一只。哇，这次来两只。哦，他好强，怎么办？可是小曹刚刚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小曹可以合机器人，可以优势解，而且这个也是可以合的。这个可以合，来，这只就是大象。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打点不够。其实有一点像哎。有点像吗？其实有一点像，有点像大象。你如果你认用带着你把它当大象在看，它有点像。好，这不重点。重点右边两只先撞掉嘛，然后左边两只撞一只，可以把嘲讽都解完，还行还行、嗯。然后还可以绿一张牌，我觉得还是很有优势。哦哦哦，他没有想要那个，哦，他觉得你可以去死了。好，简单讲就是这样。嗯，是吧？本就不没有最后一点是他给你的一些尊重哦，不要撞那么快，对，毕竟你也坐在这哦，对，给你一点尊重，好哦，对，没有，因为我觉得可以绿牌啦，我会比较想要用那个熊去自杀、嗯，因为可以先绿一张嘛，就对对对对对，对啊，我觉得奇力好像还是可以留一下，只是他可能觉得血量，他觉得要找血量高的，保血量高的比较好，嗯。至少再黏一下场，他想要再让生物有机会踢一下头。那这个合体要不要直接合？不合，不合当爆发吧。爆发一点，就是他不是三一五吗？让对面算不到啊。哦、对啊、哦，对啊，让对面算不到啊。这边。等一下，观众在讨论，刚刚观众在讨论。喂、欸，哇，哇塞，这离谱了啦！为什么找到这个？哇，怎么 Omega 医护兵啊？在干嘛啊？啊、欸，我受不了了、欸！炸鸡，炸鸡，炸鸡！这个有换了吗？啊，这个炸鸡换掉了。哇、哦，这个炸鸡换掉了，没炸鸡了。怎么搞成这样啊？星界裂隙是给两个随机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而且就是所有职业都可以。他拿到一个回音跟一个哇布斯啊捕食血。哎、欸，这样我顶不住哎、欸，这样我真的顶不住，这样太硬了。这样小曹心态可能会崩哎、欸，小曹应该也不会崩啦，只是就对面的有点这样有点太硬了。哎、欸，我心态有点崩哎、欸。这个
哇，这边不是你可以拿很多回血的，但是你不要你就是费用差一点，让你只能回血这样，这样我觉得可以接受。就你只拿到补血，拿到一个三费补十滴的，那我不能接受。你说费用太，这 CP 值太高，太灵活了，你等一下让他法师一边补一边返场。这边没办法、啊，就都丢一丢了。看对面表演的，对面真的要表演了。曹先生，哇哇哇哦哦哦哦哦，你赢了，但我永远不会原谅，永远的，我绝对不会原谅你，离谱至极。哇，小曹为什么有一种绝望的感觉？他已经读出来了吗？啊。小超是刚不敢看，不敢看。刚刚那边真的应该先找牌，刚刚先找牌就有东西下啦。有可能就直接那个导弹直接合起来吗？啊、没有，导弹剩一张了。他换第三套的话，就可是刚刚不管是战争战争机兵也少一张了。就你可能丢那个四三二也好啊，就你可以补场嘛。你刚刚这个熊自杀不了嘛？对吧、啊？你没有检索啊，或者是说你检索了，搞不好你会抽到他也没放七耶，七也踢掉了。就有绿个牌，我感觉好像是好一点的。好，回三，然后把你解掉。哇，他这个最后一口老奶选择那个留着压倒他。哎呦，这个技能还可以，这个技能不错，不让你回三，减一啊。对啊，哎、欸，等哎、欸，哦，上面也很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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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他没有战争机兵了，对不对？哦，没，嗯，上面也很绝望，哦，两边打成这样子，我在想有没有办法找什么合体的合上去，然后是直接赢，然后你说直接补，就只有战争机兵吗？嗯，只有战争机兵是四攻以上。还有导弹，这导弹用完了，战争机兵用完了。因为他拔掉一张了，所以没有。补了十滴。好，回起来了。啊，小曹摇头。Of course you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，double 毒标。他导弹已经没了、啊，所以他也对面也不会去怕他。是鬼之反场。有什么鬼之 combo？ 而且重点是被补了那十滴啊。被捕了那十滴，很绝望。有了有了，表情终于出来了。对，他顶不住了，这真的很难顶，我觉得蛮难顶的。Glory 也是心切裂隙，奇迹法。Welcome to Hearthstone。Glory 现在也是就是不能笑，不能笑，这个心。你说他也在开始摇了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摇，他表现出我不能，我不能抖，我不行。这都是我的操作。我靠到了，我没办法。这都是我的操作。欸、可是生物可以补最多血的，好像就是他了，对不对？嗯，生物可以直接红龙喷自己十五滴啊，可是他只要三费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我说，你只要拿到红龙喷自己，那回也没别的事做嘛，我就算了。啊，这个三费，然后你还可以扑巨人，嗯，那么怎样？合一个撞八八，好，选择合一个打头，选择全体打头，跟他拼命。读了读了，可是没有。哎、欸，他是只有放一张还是放两张啊？你说哪个？那个抛那个炸弹的、啊，只有一张、哦。不然还可以再，但还可以再买一张。但他现在就想，在你打死我之前，我要打死你。两、回合，两回合内部死还有机会。嗯，反正你一定会有一个人来跟我换我场上这个机器人。这机器人还是两点伤害，我还是有机会打死你的。除非你又乱变。还好还好，冰一回合。啊、哦，冰一回合，啊，但没办法啊，啊，不对啊，这只有一回合啊，这伤害一定够啊，好像怎么样都无解。还有什么办法打出来自己任何一个炸弹直接死去之类的吗？他只有一回合，好，然后放狗那个他也没了嘛，就假设如果都是